原油骨髓。今天这个头大呀！哇！一下。我不能让那个气球，你气球。二楼的柜儿，我拍视频呢，妈妈。香啊，哎呦我去，这大家伙一口上头啊，牛骨髓来喽。近距离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它都是油呀，宝贝们，不是所谓的鸡蛋糕啊。推一个出来。能看到吗？它是有连着的这个筋膜在上面的。妈，这一口真香。都是包筋膜的。太香了，给我吓得都不敢吃骨髓了。说我成天整个老破假骨髓，整的一出看就烦，装的很好吃的样子。这个口挖不出来，看能看清吗？鸡蛋糕没有这样的，宝贝们。烤牛骨髓来了啊！今天是鲜卤后烤的，纯原油骨髓。哇，这就烤酥脆了，看着没？哎呀，火大了就酥脆了，这块儿得更香。哎呀呀！
就来吃大骨髓了。哎呦，这几个好大呀，姐妹们。一口一个，像豆腐脑一样。牛骨髓来了，今天来个贵版本的啊。不敢手好使，哎，哎呀，这咋是黑的？哎哎哎，一转一瓦就一条，嘿，哎呀，这个好啊，姐妹们。嗯，省着你们说假的，我把这个道具都好啃干净的啊。牛骨髓今天这个头都光光大，就是有点长得有点黑。哎嘿，哎呀，
骨髓这两个大头上面髓是最少的，就中间这一段啊，就这块它是骨髓最多的。算了，牙比骨都贵，万一把我牙啃掉了，我再镶口大金牙犯不上。烤瓷牙，牛骨髓来了。咦，哎呀，就把这个皮儿啃掉。这段时间一吃骨髓，又起了这真假骨髓的风了。这不是鸡蛋糕，也不是你们所谓的什么什么什么糕啊，这个就是骨髓，骨髓里边就长这样。哎呦我的妈呀，看看啊，这还有一个，我被包围了，地下那站着呢，这个跑凳子上来了。想吃啊？嗯，没有。这里边没有了，我不往头里弄。馋你，就不打走了。啊，玩看啥，你们要的牛骨髓来了啊。哎，这是牛油大果冻，妈吸不出来了。就倒着抠，这个想第一口吃没敢吃，这个肯定得嗷嗷上头。我是鸡蛋糕啊。这筋膜还怪好吃的，你们要的牛骨髓来喽！今天吃全部满髓的，哎呀，
这是纯水，可不是鸡蛋糕啊。赶紧来口辣椒，牛油大果冻，这是。嗯，牛骨髓来了啊！今天这个骨髓卤的有一点点过火了。这一下子就黑了，你落死了，一大坨。嗯，真肥。哎呀，看看，来一盆原有的牛骨髓，这是纯原切的骨髓啊，看到吗？哎呦，上次我拿骨髓没等抠子就掉出来，老铁说：“哎呀，你全是鸡蛋糕灌，这种就是糊大劲儿了，掉下来了啊！”你可以问问他们懂的，嗯。你自己看，鸡蛋糕它不可能会拉丝儿。你看那家伙，就这点孙子味儿的，这就是最过瘾的了，一口上头系列。纯油大骨髓来喽，嘎嘎香。
看看啊、哦，这是纯骨髓啊、哦。看，哟，哎呀，今天这骨髓真香。上面放了点固的辣个香菇酱解腻。不是鸡蛋糕啊、哦！每个视频都强调一下，鸡蛋糕不这样的，你看上面这一刮，上面都是油，姐妹们。你看到吧？嗯，